好，在第二个洞那，第二个吧。好长哎。蹲在那个上面的。猫在。从右往左数第二个桥墩子。大爷，那桥下面有个猫，你知道吗？在叫。它有多久了？有接近一个月了。一个月了。有一个月了。哦，线和灯带，这边下不了，这边下应该好一点。不好抓，还想。你是这个园区的是吗？哦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把它给弄出来？他们那个是水上直发来的，没得法弄。哎呀，又移动位置了。他们这一下子把它干到河头，干到河头，那个河呢又射上去了哈。有那些都去弄到他了。下个人带右不龙，来谁先？我先下去吧。还走。好，下来。哦，可以用绳子往下顺。就放那儿。然后铁锤，你用无人机把它往第二个洞赶一下试试。倭瓜先上，把那个梯子什么都收了。收梯子。我们拿15分钟到半个小时等的，半个小时之后如果没有，我们再下一步。下一步就是两个人、三个人一起下去。去吧，搞，要不让苦瓜下也行。苦瓜，路过啊。路过。知道这猫吗？不知道。猫在那个小洞里面，在这里已经一个月了。那它做什么吃的？那我不知道啊。给他们喂了嘞。有人喂啊？喂了嘞。你们要是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动物，你们给它喂喂东西啊。哦，我喜欢动物的很。喜欢啊。谢谢。我关注了老凤阳啊。哇，你是老凤阳啊？我长期看。是吗？哎，那你咋那么陌生？我不开玩笑，但是我没看到老凤阳的人了嘛。哦，刷礼物没？没有，我一般看他视频了嘛。要不要我教你？我看了啥？不用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喜欢开玩笑。但是我一直没有关注，知道吧？像去救了好多流浪狗嘛，是不是？啊，脖子上套的那个啊，对，然后我长期看了好多。哦，谢谢。那你怎么会不认识我们呢？所以这大哥关注的对象只有动物，就非常喜欢动物，他不关注我们人。他可能觉得都是些男的。对。车上还有一个安全绳，把超网也带上。这回是大黄象是吗？我下第二台，等我倭瓜下去第一个口。拍电影就特效，拍特效。你那个洞里面看，一个洞那里面我就是逮猫呢。啊，就是那个猫是我们放的那个猫。猫要看自己画的是吧？啊，对。电影叫《英雄老凤阳》。要发行？要等5-6年才发行。老凤阳。啊，对。好，谢谢啊。还没救起来。还没有，还在努力，先一定把它救下来。抓到了，大黄把猫抓到了，拿航空箱，你摁着吧，摁着，再下一个人，哎，可以，就是那，可以。哎，好，往上提。哎呀嘿。要是个老猫是吗？一个多月了哈，都已经瘦了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？一样。起个名儿叫河东。好了，人猫安全。
河东，河东。好，拜拜。生意好，身体健康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同志们辛苦了，来，同志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们上面看着很简单，当我们爬那个悬梯的时候，悬梯很摇晃，你根本就用不上劲，知道吗？其实是很危险的啊。如果没有那个经过专业的培训的话，你们不要这样做，很危险。对啊，切记啊，真的。专业救助不要模仿。对对对对对，千万记住了。大爷，猫救上来了啊！厉害不？厉害，可以。熊吗？可以。啊，对，以后有这些小动物的话，你们给它喂一点，啊。嗯，喂了你。啊，如果有路人寻求帮助，你们就给帮助一下。谢谢啊，身体健康。好，工具收好了吗？走吧。等我过来，我带他。下次见啊。拜拜。